这个博物馆叫做令朝文化馆。所在是伫苗栗县的湾里，伊遮阁有一个观景台，啊，到是毋是咧看遮嘛？毋知呢，来阁研究一下。啊，这平平落啊嘛，无人来顾。伫门口这所在有一座铜像，这铜像的人是日本时代的红英女士，伊将着令朝的技术发挥到上界好。当时伊就是住伫湾里，也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。湾里，湾里就是院里，湾里。湾里镇农会将着过去的仓库改做是一个令朝文化馆。另一摆文化馆的这手柄，就是咧卖欧米亚的纪念品。当然，这所有的编织品拢做了真水。伫我头前行入来的一团公共客，哦，啊，就买几项咯。当然，这真侪新品拢是经过艺术老师指导过。买物件的人伤多，所以我先入来看卖一下。这整个有将着令朝的种植，甲甲着伊变作是成品的过程，拢展示出来互咱看。令朝的收割，收割了后呢，到这边来是爱拍草。接下来直接来洗草，因为是用实体的模型来表现，所以看一下就知影讲到底是安怎的做法。我接的是草篮底下的边，厝内底的公马厅就是制作的工厂。编迄个草帽啊，1936年的时阵是日本所谓上大的外销市场。湾里迄阵真侪啊女性的朋友、妇女的女工，哦，拢来做这個。一个人来要编织帽子，就能养活6口人。第二波，哦，开始做内销的工作。正好这个产业曾经得到蒋介石因某宋美龄的支持，迄阵规定全国的童子军爱戴因的帽啊。叫做畅平，这是草地啊做了好了后爱挖平。第三波是叫做在地创生。当然，才有真详细，甲你讲，为着清国时代，甲个现主席的发展。古锥古锥，这阵无啊真古锥。哦，这老囡仔大，一定是足欢喜。有一个传说，是讲伫清国时代就有。编不做的人，直接利用着令朝来编草帽啊。后来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发现讲，这根本就是当做做是一个真大的产业。日本人甚至甲外销到日本，才有着日本的艺术家将伊改编织起做做草帽啊。恭喜！啊，对着这印钞产业有非常大贡献的女性朋友，后来个人是愈做愈大，变成是日本在台湾这个殖民地顶管第三大的产业。榻榻米哦，有吗？榻榻米哦，嘿，榻榻米也不是呢，
迄毋是啊、喔？迄个是一个，即检查毋是做即款草。嗯，好，检查毋是做草啊，咪用的。是咱检查做的啊。这叫做树草，爱检查是这草啊咪，这草啊咪这是，比如检查这样。藤顶管即个，就是咱的即个草树啊，草就对个啦吼。嗯，草树草。草。我搞了半天才知影讲，蔺草原来有分甘草甲着涩草。这草的品质较好，即马伫博物馆内底所展出的物件，品质嘛拢非常的高，而且设计的艺术价值嘛非常的好。但是唔知影这个展览馆是不是敢若有着浪费来支持咧？那是安尼，如果若要做大，安尼就真有限制咯。你编啥？编包包啦，这小姐咧拍。哦，包包小姐咧拍。嗯。这编一个要偌久啊？啊，几日工？啊，几日工的哦、喔？你家己开车来？对，我特别来这看的。嗯。啊，这种甘草是一定为日本时代到进来嘛吼，敢毋是？甘草是，伊无甲这种草同款了。无，你这是啥物草？我这树草，树啊。树啊的草啊。树啊的草。树啊的草甲迄个甘草是无同啊，无同啊。树啊草有三角，啊树啊甘草是圆，袂做这种袂，迄袂了。吼吼、哦哦，啊，所以是甘草较好，还是这种树草较好？啊，树草就爱做这啊，啊，甘草就是咧枝头啊面的，这是家己织的。这是家己织的，啊，你这是手工的。嘿啦，迄工厂织的呀，无同款。是。咁，佫有人咧做这图？做什么？做这个，嘿啊！感觉有足侪人咧做这道，以前不是讲足侪人拢咧做这道吗？以前足侪人，啊，即马拢老伙仔咧做，少年都无咧做。少年也无爱做吗？无爱学。即下无赚介侪钱啊！定一只做啊，无赚介侪，少年都赚做个出来。啊，以前赚足侪个嘛，吼。啊，以前无工厂啊，无工厂。啊，即马就是啊，工厂咧做哦。啊，即马有。即马少年啊，读册啊，有工厂啊，啊以前的人读册较少啊，爱趁做这啊。即马看看了后，准备我嘛要来买一个。我树草是对一支树，草树的树。哦，草树的树哦，好好好。啊，蔺草是甘草甘。三角形足真正做诶，即种无啊行。好，安尼阁有新诶一团来啊。